呦，那不就是完了？走直道，走直道，来来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季阳，今天准备给他们美美容啊，耳朵给他们整一下。先找谁呢？随机，随机挑吧。谁先出来就是谁。拉开门之后，谁先出来是先找谁。肯定是小黑呀、啊，要不是。哎、小黑进去。小蓝开始吧，小蓝。哎，那就你先来吧。嘿嘿，哦，进去。称一下多少斤啊？15斤的，15斤半，快睡着了？老实了。太快了吧这也？喝了点，老实了。小姚，苏醒的还挺快。你呼吸呼。马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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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漂亮了，就是那个。嗯。怎么样？哎呀，这脚啊瞬间静了，你要干嘛？啊，你要干啥？他轻一点，他12斤了。13了吗？13斤吧。嗯，他兴奋度高，看他睡着的快我。你看没看没？拎起来，实在不行拎起来。拎起。拎起腿来。拎起腿来。让他跑了呀，别让他过来，他行吗？你就让他咬你吧，咬着咬着一会儿就躺下了啊。看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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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小鸭趴着尿了，站不起来，趴着尿了啊。一会儿他就站起来了，他看见他跑他就站起来了。走吧，你回笼子里边吧。怎么一会儿钻三轮底下了？飘了，这次不淘气了吧？嗯，你再给我扑一个试试。哟，还扑呢？他不就是完了？走直道，走直道，来来来。哎呀，在那儿趴一会儿吧，别摔了。哟、哦，这回走不动了。你这是喝多少啊？喝吐了。喝多少？喝吐了都。这一个就吐一口吧，还吐不？我吐了吧。看着不吐了，但还没有完全睡着。没有完全，药量啊，抗麻性大。有两天了。嗯。哎呀，这小黑，别搅和了，他真的是抗麻体质。这会儿你咋没事了？骗我，不疼了是吧？咋了？你还发抖呢？这是发抖啥原因啊？疼的。疼的。哎呦！你给他抱下来一会儿，那个小家伙，别摔下来了。跟猫在一块儿吧。呀呀呀！给他撑平，撑平啊！刚才。刚才你干啥去了啊？一直在这动，这会儿让你动你又不动。哎呀，这剪完之后这气质瞬间就上来了。这舌头，这舌头，你别咬着舌头啊。没事。啊。咬不着，这眼睛出去了。嗯，那也行。小猫。醒了吧。嗯。这小家伙也醒了啊。呦呦呦！甩呀，在这甩呀！